跑道上的彗星，参加过跑步比赛的都会知道，在一场几百到一千人的赛事中，可以赢得奖项的就只有二十、三十位跑手左右。所以，无奖都要有相这句话在跑者间一直很流行。通常在比赛后，跑手都非常忙碌在不同的网上平台，用比赛时更多的力去寻找自己的相片。这几年认识了不少义务摄影师，今次要介绍的是文心大师。他一直都很喜欢运动，打网球已接近20年。有次他在运动场一个人跑步时，碰见李嘉伦教练，在机缘巧合下报了李教练的跑步班，正好是为他认真准备人生第一个半马拉松的第一步。完成了第一次的半马拉松后，他希望参与第二年的扎打半马拉松，并报了三个比赛作为热身赛。文心相信，因为有压力才会有进步。经过三个比赛后的热身和自己努力的练习，这次半马以1小时39分钟完成，而且 PB 了。他最开心的是可以比自己预计时间更快完成。但因为这次比赛后受了伤需要休息，便展开了义务摄影师的身份。另一个原因是第一次扎打半马后，大师很用心的才找到一张自己比赛时的相片，虽然还有很多其他跑手，但已觉难能可贵，主动联络摄影师，希望可以取得原图高解像档案。可惜基于版权理由，大师的要求被婉拒了。就是这次的遭遇令文心决意成为义务摄影师，从选择拍摄位置、光线、角度、器材以至剪像、直像，每个过程都一丝不苟。加上他本身是一位平面设计师，每次都为相片加上赛事特色的相框做装饰。怪不得跑手都常说文心大师未必常在比赛出现，有时见到瞬间又不见了，就如彗星。很希望被文心大师的枪打中啊。除了在赛场，文心也不时在街上有跑手主动上前跟他说，大师，很多谢给你打中，实在太开心了。而有趣的是，跟他说的很多是男跑手，因为男士通常比较含蓄，所以文心更加感受到跑手的快乐。这就是文心大师当义务摄影师的最大快乐和满足感。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可以被文心大师的枪打中啊。文章来源东周刊，作者 Alco。